登报了，登报了啊！龙春班对台戏已定，陈任香将演，闫西娇。我怎么想的？闫西娇打擂？怎么想？人家憋着想赢呗。我告诉你，这闫西娇里面有老姜家的先人步伐，这老姜头这次是豁出去了，把传家本领都往外拿。你呢？啊？赵飞燕跳什么？嗯个屁啊，你想好了没有啊？现在全北平的人都知道你唱赵飞燕，你这戏码想挽回拽都拽不回去了啊。你说赵飞燕真是勾搭皇上，他就勾搭皇上了，跳哪门舞啊，竟给我添麻烦。嘿，您这儿还怪上赵飞燕了？还有你，你写那个宫女变成皇后的戏啊，你写谁不行啊？你怎么不写卫子夫啊？卫子夫多好啊，什么都不用干，就靠一头好头发往台上一站，一亮那线椅子就成了。你还讲什么道理啊？啊，我这为了你急得头发都快白了。你倒好，跟没事人似的。你婆婆妈妈的，自个儿吓唬自个儿，有什么难呢？小爷现在就给你跳一段，看好了啊。停！你这我见过呀，这不就是那小上坟吗？商老板，这不是我吓唬你，就您这几步啊，您跟仙人步伐比，这真不够看。那您要看什么呀？看什么？环肥燕瘦，你是知道的。赵飞燕是一个什么人啊？她特点是轻盈啊，飘逸，哎，乘风而去，飘飘欲仙的感觉呀。吃了灯草灰，放了轻巧屁。你什么态度啊？我这跟你聊戏呢。戏是人唱的，人是肉长的，您不能把书本里那些词儿往我身上硬套。真有您的，竟然靠想象力讲戏。你，我跟你这人我讲不了道，我去活动口透透气。你好好想想，赵飞燕，飘逸，这是人呐，就都有坎儿，遇到了坎儿呢，各有各的招数啊。我记得宁老板以前要是遇到什么心情烦闷的事儿，哎，就爱去庙里待着，坐上一下午，听听经，喝喝茶，凡尘俗事脑后抛，嘿嘿，立马心情就敞亮了。菩萨菩萨，我愁了好些天了，实在是没辙了。您说赵飞燕的舞到底该怎么跳？您就张张嘴，给我提个醒儿吧。我自要是有了主意，我回头给您带猪头肉吃。儿子打允哈。谁呀，在庙里唱双妖会，真够浪的。
哟，商老板，刚才有个遛鸟的放下这个东西就走了，说给你的。哎，谢谢。师傅，您帮我一下，抓着。叫的是真欢实。哎，对了，这商老板得着您的点拨了？我就是送了他一幅画。送画？你商细蕊的悟性灵气，这道坎儿他要是过去了，也许就真能成为梨园大家了。送画儿，大半夜的，班主上房顶干什么呀？对呀，多危险啊！这又想怎么办？就是啊，这太危险了，这么冷的天，这冷啊！小雷姐，班主这是怎么了？是啊，这怎么了？谁知道他又犯什么病了？从庙里回来就窜房顶上去了，也不怕摔着骨头？真是急死个人了！他，咱班主有童子功，走在筷子上都摔不着他。我看班主有这身功夫就够用了，何必还要学什么玄女舞？他这是在悟道，就得专心致志，物我两忘，技艺才能达到登峰造极之处。自要能成为角儿的，必须得经历这一遭。不然，怎么能到出神入化之境？想当年宁九郎，就是经历了大劫大难，方才能懂得大彻大悟。也不知道蕊哥有没有这个福气。都大劫大难了，还能叫福气？就是。班主，班主，这太虽不能治。心向往之。Thank you.
怎么样？腿上功夫是够了，我总觉得好像差点什么。你甭急呀，好玩意儿一下都亮出来就没意思了。那你不亮出来，你总得跟我说说吧。我呀，我打算在鼓上跳，还耍铃子。陈任香他来一样活，我来一套。妙啊！我要的就是这个。你就是个天才，你绝对是个天才，天才！不行不行不行，我现在要赶紧给你加场戏，我一定给你加场戏。七少爷看了说好，不知道二爷看了说什么。哎，小兰。哎，饭备好了吗？多准备点肉。早就给你备着了，就等着你出关呢，等着啊。